林嘉欣出席首饰品牌派对，每个女人都有不少私火珍藏，不知道嘉欣又有没有呢？买书啊，做多买画啊多，但系冇珠宝就冇乜，系咯，有人送就开心咯，嗬。好似圣诞都就嚟嚟啦，嗬。嘉欣开到声，老公实识做啦。咁女女又会送啲咩呢？有嘅，佢哋都好中意画画啊，或者佢哋做啲手工有关。我女女今年。我收到封咧，好似同陶瓷有關嘅，不過我費事好似開係咯穿煲，咁我就扮唔知咯。我覺得今個聖誕我應承咗女女係會去玩嘅，咁所以即係希望用聖誕時間好同屋企人啊，你喜愛嘅人一起做自己中意做嘅嘢。睇到細女都升小學啦，嘉欣又會唔會擔心學業壓力大啊？或多或少都有嘅，即係你幾 happy school 都好，咁始終，但我覺得 OK 嘅，即係目前都小朋友都應付得到，咁我哋就冇話要求佢一定要攞最高分啊，冇嘅，即係純粹係佢盡心盡力就得㗎啦。